我是皇帝。今天我们来干嘛？来做蛋糕，不是你约我的吗？你们仔细听，有没有听到呼呼呼的声音？冷气机。没有想过创作者会在这里拍开头吧？反正呢，我们今天来到了高雄的乐培工作室，展现我厨艺的时候到了。超危险，那蛋糕一定不能吃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好。Go!我们要说五颗星的、啊、五颗星，还有这个柠檬派蛋糕。我不吃柠檬，你还想吃柠檬啊？不要，我不要吃。吃是没关系，重点是有人点一点会掉吃。还是这个很妙哎、欸。啊，对啊，阿爸，我们做这个好了。感觉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，就是很厉害，就是很有技术，真的超高难度。对，交给我，我超强。哎、欸，蛋糕好高。好，倒霉菜，倒霉菜蛋糕。那等材料来啊，我们讲话会不会太小声了、啊？我好像每次讲话都很小声。我是可以很大声，他都会阻止我在外面讲话很大声。因为很没礼貌。这很有难度哦。这很有难度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挑战高难度，对。我们要开始了吗？你刚刚有在听吗？你没在听吗？他一次讲太多了。没在听，然后一直跟人说好好好。关于吉利正在打的故事。他在领那个吉利鳞片。哎、欸，控制一点。确定我们要来做蛋糕？有。看不懂步骤。妈耶！其实我们有影片可以看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被我搞成这样。我们要去煮那个那个啥。蝶豆花。好，你小心一点，你用很危险。哪有？你看啊，你没看啊？我开了。你开了，你这叫开了。嗯。吧。哦。这才叫开吧。哦、oh. ，根本就不会用步骤呢，我们需要步骤。不用开那么大哎、欸。别怕哦。我是怕你把这里毁了。下一步。很忙的两个人。它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再去拿一个。你很干哎、欸。一楼根本就不会做，他超累的。又要开始找无盐奶油，无盐奶油应该会在冰箱里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无盐呢、欸，在这边。找烧酒吗？微波到融化，微波到融化要多久？他上面不是有写吗？那我扣脸，转中火转移就回到，他没有时间啊，就是到融化，就只要到大家融化，是吗？对，没有时间，就是我们看他融化就可以了。好的。然后微波炉在那边，他刚刚有说，你完全没在听。可以吧？这那么简单的工作，当然是可以的喽。不会把它压得很紧？嗯。你这么小，腿还蛮好看的。哎，今天是做蛋糕，今天是做蛋糕。OK， 我们先把这用好，然后拿去冷藏。好。要多天才，我就问要多天才。他说几颗，你有记吗？
要记吗？靠腰，你没记？我没记啊，你去看一下。好，100克。哎，这叫133，这不是一百，老外。你这样子还特别贤惠。只是看起来啦，对啊。要请我的人排队，请你，请你什么？从我房间排到我房间呢、欸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绕地球一圈。圈可怜呢、啊。我是要先装。我只记得你之前做好像装，然后会掉下来。地走嘞。哎、欸，白色有低速啊。高速会怎么样吗？那就算低速了哈。来跟我说你是甜点小王子。这种东西是凭感觉的，你懂吗？你就是什么？听不下去。你说我拿去洗吗？还是我吗？哦，好，是。那我去洗。OK， 各位，我来洗这个。各位以后找女人啊。一定要找贤惠的，你们懂吗？不要找他，只会压榨我，很怕。他为什么不能像个女生一样来洗碗？真讨厌。他现在一定坐在那边，然后在耍废，等我过去。还有这些？你在讲坏话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讲坏话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帮忙就算了，东西拿来就跑掉了，可怜啊。我以为洗完了，结果还有。你加油，我刚刚负责洗完碗的，这你要弄。我弄，他根本就不是人，他是魔鬼。他不想做的就是丢给我。我们把它铺完哦。没有啊，要两层啊。哦，两层。我知道。帮我拿。我应该开一个美食频道哎、欸。你要开美食频道？我觉得我可以。马上就被 YouTube 封锁了。哎、欸，你把那个粘起来了。我也看到了啊。欸、是不是因为放的不够久？不是。好，哎呦啊！我们现在要来装饰蛋糕。哎，我们很厉害哎。他说这个是超高难度，真的，这五颗星哦。你看，后面海浪有那种涌起的感觉。我们做的超生动。哦，你觉得我们这个0到100分，你给几分？90，超高分。那十分去哪？因为那个建成不出来。哦，省钱。其实有了，你认真看。太高，你会顶到那个底。没有，我们要制造那个海浪的感觉。对，我好什么感觉？好汹涌。Oh my god！ 整个海水倒灌，我们来试吃一下。很好吃啊，比外面卖的还要好。这什么？这上啊？因为我觉得还不错，对啊。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
我们很厉害。手做蛋糕，推推。那今天影片就是这样子啊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，还有他的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